谁也不许动！放开我！宁远，你给我出来！宁远，我是。放开我！我是怎么了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李大人被奸人所害。放开我！凶手在你们刚刚到的时候已经逃走了。那还等什么呢？来人，赶紧给我追！是是。我的错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我早就应该撂倒地狱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不管他去了哪儿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我今夜就要血洗皇宫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我要杀了帝爷，我要杀了他为我义父报仇。凤剑，冷静点。司徒凤剑，你放肆。师娘，你冷静点。满嘴胡言乱语。来人，在。把司徒凤剑和仲天给我抓起来，带回去审问。是。走，过来。大火，大火。侯大人，侯大人。这群废物，给我追！快，快！冯姐，冯姐，你没事吧？冯姐。再见。